哎，大家回过来，大家回过来。过去了，回过去，你们上，你们上。开车过去了。那本分局这次查获的哈，饭前他已经将大麻已经分仓整约300克一包哈。那本次总共查获到391包，那总重量的话约122公斤。本分局于今年三月份接获情资，有人将利用海运家具柜至加拿大夹厂大量大麻运输来台，经本分局七个月埋伏收证，并报请基隆地检署指挥侦办。于111年9月份先行查获陈姓祖先，并起获大麻毒品391包，重量约 122.84 公斤，黑市价格约新台币 2.4 亿元。案经本分局持续向上溯源，于今年11月底再度查获具竹联帮背景之赖姓犯嫌，并经地检署声押获准。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。贩卖大麻天理不容，本分局全力溯源，持续查缉毒品，打击黑帮犯罪，不容许大麻毒品流入市面。